最好笑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幸福好一个，究竟上个榜。今晚综艺大集合的特别来宾是最帅气的父子春，耗子的最爱长腿美女张安吉，荧幕界最闪亮的星星吕星燕，有女版阿翔称号的靓妹安娜，还有我们最搞笑的主持人小杰号角响起，谢欣陪张欣玩游戏送幸福喽。今天是1年1度的母亲节，那给上中的好乡亲好吗？我说妈妈就给我来送游戏，我妈妈来妈妈。出来都跟他讲，我是做爸爸呀、啊，做妈妈，啊，你做妈妈呀、啊，哇，你贵囝，四个小孩哦、啊，哇，看不出来，哇，你是做什么头路？看护。看护啊，威仔威仔，那个力量很大啊，对啊，我可以抱得动你，真的假的？休假请你好好嗨啦，哈！啊喂！阿平，啊我要做有声游戏呢，我知啊。你做古文 OK 我跳。我做古文 OK 呀，我唔是 OK 我一条，因为你是我知啦，你是讲鱼跃龙门嘛。哦。门我一个卡那一条。哇，你了解啊？那是卡在你庙口的呢，你会算啊？会啊。为着你，哎，你门搬来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把门搬来，谢谢。母亲节啊，对的，每天都是母亲节、啊、对对对，好，你把再来了，好，你把再来了，我一点人有大大奶奶站到进来呢，我在啊，你好啦，鱼跃龙门来请来，现在请站门会过一千，两站门三千，三站门五千，四站门十万啦，哈，好，大家来准备，好，对，还没做上面，还没啊，阿伯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头一阵子阿伯跟门口上班的是比较，鱼跃龙门，好。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请六哥哥，请六哥哥，谢谢母亲节。你看那背，你看那背影就好了。好正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背影啊，他如果排队啊，买电影票，我还想追他嘞。对呀、啊，哪有？好奇啊，讲，你去做下面我们都好奇家伙。跳跳舞啊。跳舞啊，跳下面舞国标啊。没有啦，就一般运动舞啊，社交舞。恰恰呀、啊。啊，恰恰恰。国标舞脸一定是要这样跳，要喊过来，来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从来没有看过他、啊。哎，因为当阿妈的、啊。他老婆漂亮。哎，阿妈的，所以说不可以当。你妈做阿公啊，当起你姐姐，你们破坏感情。你那个阿公。
公阿妈到时打多。有看我的节目哦？有。综艺大集合啊！综艺大集合。几点嘛？几点啊？七点三十分。对哦。来来来，七点三十分公布嘛哈。你要花款，要跳过才有钱啊哈。预备，我跳跳。来，预备，我们。好厉害厉害！四十几岁，我孙子在那边。哪边？来！哇！这个好可爱呀！太牛了！哇！一切都已经了。哇！那抱着孙跳多少钱？3万呐。三万。没有，都没有回啊。好，没有回啊。尊贵3万，对吧？好来。你保准没鬼啊？我头是个蛋的鬼啊！阿妈，你这招太猛了，菜头吓到人了。哎，过来！大手来，试看，可以。哇，那目前为止第一名啊！3万呐、啊！三万没有，都卖回去啊！好，没有回去啊！尊贵3万，对了。好来，我先来。你保准没鬼啊？我那个头是个蛋的鬼啊！这是中高高飞呢。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你会发光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！不会啊！不怕生的啊！握手，握手。真的好来，恭给你一个过年红包哈，来啊，真的啊，过年啊，我现在跟他分手都再看不到，明年过年先给他红包，好早啊，谢谢，来我来抱红包，好不好，不要，抱红包不给你了，不要了，哎，他拿的不抱嘞，够聪明的，那妈要叫了，妈要叫了，来，妈要叫来了，爹妈加油啊，加油，预备。鱼跃龙门，两层的，两层的，哦对，两层，细心了，没错。沙滩能搬的啊，生花树的，来，能搬了，来，阿妈能搬的，要能搬，预备，阿弟要跳到后面啊，这个，加油，咦，龙门沙滩能不能搬？阿妈，你两个门都弄破去，三层都弄破去啊！来，4000块，啊！来，谢谢哈。那个今天的好利孙啊，给我请，孙来给我阿妈，给阿妈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给阿妈好吗？他又听不懂，还要一个。谢谢。快乐！不然没事了嘛啊！你妈妈，对，阿妈，哇，你孙呢？儿子，你先。啊，那你要请他跳还是你跳？我跳啦。你要跳，那就放下，先放下。预备。种地瓜呀！我们来摆台湾表。啊，你们在我的新埔嘞？哇，你好，地瓜妹啊！声音咋不一样？啊，好可爱啊！哈，你一直在看门干嘛？你会跳吗？你要跳吗？想跳好吗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
有啊、哦？来，女儿帮妈妈跳，阿妈也帮，也帮女儿跳。预备，音乐同们，准备。真正是穿新的啦，别人惊未头先啊！预备，要跳啊！鱼跃龙门。啊！你别跳！啊！别跳！鱼跃龙门。今天看得贵啊，每周啊跳啊、我们把这个重播、每周一好跳两层门啊、我给你加到五千剩外啦啊，外了啊，来一位，预备，鱼跃龙门，加油！没有分着边啊，你加上，好，五千了哈，预备，有人要加不？哈。妈妈教我的。妈妈教。爸爸，爸爸教两千。爸爸教两千。爸爸一看就知行价哈，这地瓜行价拢乌的。来，就七千啊，预备，一月龙门。来了。爸爸松了一口气呀、爸爸你来跳啊，你跳你跳，你叫啥不叫跳，好不好？受大哥，你规出拢袂咧喊小大哥，安尼吼，天气跳袂过，你来完成，好、我互你，来我来，我来我来，好你三千好吗？不可能啊！你要照几班？照几班啊？你要照几班呢？我五千，你出五千啊？我五千啊？几班啊？几班啊？不可能啊！你用几班？今天几班？跟我差好多哩！我几班？我几班？完了完了！我平常时候你也不能高过他，一人一种调出来，啊，你一五千，我不来。几班？我八千。一月龙吗？新康乃馨呢，先生送给太太啊。对对对。啊。嗯，静香。女儿送给妈妈啊，妈妈，妈妈给妈妈。哇，这个温馨的画面啊，唯一比较不温馨就没有拿红包啦。还有一千块。有一千啊，有货上。有。过一层，这种身材过一层才给一千，好、谢谢你啊，好、谢谢母亲节快乐，谢谢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就感受到这里的妈妈们最热情及可爱的一面。今天正逢母亲节，除了先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，瓜哥也准备奖金大方送，要让嘉义太保市的妈妈们开心玩游戏拿奖金嗨翻天喽！今天这两个家呢是嘉义市的太保，就我们娘娘太过期啊，太过期！哎，能够当市长了，一定是以前当过太保啊！太棒了！以前当过，不，我金融共，你特写好一朵，太没动了，他是三餐都吃的太饱了。那应该我来当太市长啊！来，各位，各位，市长来啊！请进来啊！市长好，市长好。哎呦，市长叫什么？董国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董事长。你们俩是兄弟吗？啊！你干啥呀？你主持给这样三个闺女的孩子，你看什么都没人做。那兄弟哥。太夸张了吧！瓜哥的头好壮壮，好特别哦。阿翔，快点来啦！来啦！来，蛋糕。你看这脸是长得像
这是我哟。你帮我给你看，你看。哦，好壮壮。好壮人拿蛋糕在撞的，你们到底要接近哪几个？你们开戏的。你做出个这样三十几年的孩子，你看怎么都没人道。那是有几个哟？我是民视的记者，在大陆相隔两岸开放三十年之后，终于有一对兄弟在这边见面了。董志成、董国成，这种感人的画面，你就爱演林美丽了。拿起你那个董国成，你董志成，你讲啊，阿彪彪就爱请伟，六位伟。妈妈抱，妈妈家里抱着，妈妈抱着，妈妈家里抱着。嘿，阿哥，母亲节有什么话跟妈妈讲？妈对我妈妈讲起，叫叫叫你妈妈，叫你妈妈。妈妈，妈就懂妈妈，阿你妈妈就懂妈妈妈妈。就母亲节快乐啦！啊，哎，家伙，这个市长啊，真可以啊你哦。但是不哦，阿你那叫董国成呢？有，阿都我阿爸不为你。叫董志成呢，他就问他爸就姓邓啊。啊，你真祝贺啊！你市长你好，市长，今天来到家吼，哇，你乡亲真热情啊！你也甲大家讲哦，咱综艺大集哦，今晚拢七点半咧播出啦，啊，准时收看哦。来到这个泰波哦，泰波市啊，有什么好吃的物件？哦，什么是好？有啊，我有传到。好，来来，你进来看看。哇，这举落嘛，举落掉了。原来人三号哪里人三铁人太不起眼，很有嚼劲。那味道有没有进去啊？有，这里嘛是啊，这里是这里，哇，人三号的，果冻，果冻，果冻，哎呦，小胖买，小胖买，小贤先吃好了。来来来，你要先咬一口啊，乖乖的，好乖，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哦，哦，好像百香果，百香果，哇，好棒啊！像你们就命多，好多都吃，我只吃冰淇淋，你看。甜甜最好的，不用了。什么味道？高哥，我蛮懂。哎呦，好，对吧？番茄，番茄哦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有蛮多块番茄口味。弟弟，你帮我开起来。来来来，哦，蛮多块。今天啊，很多人把番茄哈、哦，把它弄起来之后呢，放到冰库里面冰，拿出来的、哦、变蜜饯，好好吃。哇，这个就是糖蜜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个最好是在台北很流行哦，在台北很流行哦。上面最好是冰冻，有点冰霜、冰沙在上面。啊！给我一口，给我一口。哎呦！哦，好好吃哦。番茄，嗯。好、啊，你把冰起来哟、哦。啊、哦，你叫瓜哥，瓜哥，瓜哥了。番茄甜的呢。做妈妈美，做妈妈美。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啊、哦！下期了吧？哇，好好吃哦。这个、哦、好吃哦。酸酸甜甜。这个当当这个当甜点很棒。赞呢、嗯。特别好好吃、哦。对，啊你我大概讲一段。新娘解口，好，而且呢，非常的消暑啊，不会吃的不会发胖啊，举到各方面都不会。那有东西要送给观众朋友。有，在这里有，你看我们好，哇，真的有礼盒哎。哦。我们要送送来相亲了哈，举落的礼盒，还有番茄哦。番茄这些要送给大家了，观众朋友，哎，赶快上网回答问题，哎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，有机会了获得这些礼盒啦。是的。来，市长呢，我们玩个游戏，一起向前冲。今天又是母亲节了，当爸。爸没？当爸爸了。好，当妈妈没？当了。也当妈妈了，啊、完全符合这个条件。南部的爸爸妈妈都比较年轻啊。对呀、啊。结婚的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！来，来一起向前冲。来
费率啊。哦，来，我看了这波，我的脸呐、啊，哎，38秒啊、哦。那我们派谁来？两女生。要啊，你们俩啊？对啊。可是人家都当妈妈了，有没有当过妈妈的？没有。要表表现给家里妈妈看，我们也是妈妈的女儿嘛。对啊。那两个腿那么长，我拍一个男生腿短的啊，那就是我了，好不好？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！那个呀，一是左脚，一是左脚，一二，想知道啊？好，来一遍，好。那第一棒呢，就是光。没有，我要你在正常位置。不是不是，我错了。一般我都要压车在后面。你压车？要压车。你看这，你那个角度看啊，从高到低啊。这杆子就压到这个点。哆瑞咪嘛。对，如果你要我第一方要倒过来了，倒过来衣服没得穿了、啊。奇怪，我杆子不会调一下就好了？调好就不要再调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就是。后来跑第三棒还讲，因为第一棒要跑三次嘛。对，第三棒再跑一次嘛。其实总哥，我们不用在意这么多了，不管他在第一棒还是第二棒、第三棒，他一定输了。好，那谁？38秒而已，有什么好的？来，准备，一起向前冲！晚了5秒，3秒啊！他晚了5秒吹哨子。怎么晚了5秒？他真的很公正，是你跑得太慢。你刚刚有在跑吗？我什么时候跑完队了？你有在跑吗？我有在跑啊！那多老实啊！你们尾还没有甩正，他就先吹了。屁！我甩正的，他哪里吹嘞？有啦。有。不过你们真的慢了啦，尤其一直前面，你们跑了43秒，跑得还算不错了。谢谢。尤其前面2棒，他们才跑20秒而已。你第一棒上去，你不穿多久？有穿很久吗？那他衣服做那么小有什么办法呢？好，不要跟他们讲，我们走啊！太保市的市长说，叫我一定要介绍接下来这个达人。哦，什么达人？什么达人啊？丑的达人。丑。还有丑的达人啊？跟我，他就在旁边哦，把他请进来，你们等我一下哈。啊，丑的达人。不用啊，我等他电话，我叫他回来就好了。我对，不是他在这介绍，不一样的人啊。哎，还有介绍丑的达人哦。丑的达人，我第一次。我们有选美，还有选丑的，难道在选处罚道具吗？你装个丑的这个鬼脸干？办不了啊！你能办办看？你办看，你最厉害的钟馗。哇！哎，观看！棒棒！口香糖可以办的。哎，我是最专心的，一办我马上拿出来了，看看。像你们了，你的眼妆也放走了，放走了，试看，有点鬼脸。哇，目前为止第一名啊！小心是吧？人家市长撂下话了，说这里有这么丑的达人，在我们面前讲丑，对啊，扮丑扮鬼脸，我们可是一流的。待会儿出来的时候，大家装鬼脸吓死他。我们好，对不对？
丑的达人吗？你们会吓到我们的客人啦、啊！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小仙演的最好，还摔在地上。你们真的吓到我们了啦！你们这样子真是客人哎、欸！你们是，你们介绍丑的达人哎、欸啊！你们是要找丑的达人吗？达人就在这里啊！我要介绍的就是丑啊！他哪有丑？处的达人就好了、啊。没有啊，因为你常跟我讲说叫我要学台语，要欧台语啊。哦、然后处的台语就是丑啊，所以就是丑的达人呐、啊。加丑还丑得掉、啊。这什么树？这是桂花树，我们手工的桂花树。桂花哎、欸，桂花。比较像甜的甜桂花的感觉，对，它醋的味道没那么重，但是它是甜，像甜茶很甜，是甜茶、哦，我们有用一点点，因为桂花的关系，桂花的香味，但是有醋的酸一点点，酸一点点，但甜的比较重，是有点喝起来像美酒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小杯是吗？这个是我们的那个，就是瓜哥你喜欢的那个老醋，啊，真的，三八年的老醋，啊，你说这个三八年了，没有嘛，这瓜哥你讲的是哪个？这个瓜哥像平常我们运动完啊，身体会觉得疲劳，是因为我们累积了很多。乳酸，那喝醋可以帮助分解那个乳酸，我们就可以消除疲劳，缓解那个酸。可是我们也不运动的人有什么乳酸？没有啦，平常路也很辛苦啊，这边酸啊。有啦，刚刚想一起向前中跑一下哦。对呀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它还可以就是代谢我们身体里面的钠，对心血管非常的好。心血管了，哇，相当好。这个醋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。对，所以有礼盒要送给大家。送给观众老醋哎。老醋也送。哎，我家是这个嘛。哦，是哦。来来，先拿着。这个老醋要介绍一下啦。是是是。哦，傻子归你，哇，好重。对你耶。这傻子归你啊。哇。我讲的就是这个了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要送给观众朋友。这一瓶16800了，对，我家那个大概17000的吧，要高级吗？好了，要送给大家了啊，喝老醋，这个就纯这样喝，对不对？可以，那我们要还有这桂花醋，哦，这个下这个福气啦，健康啊，最重要，全下的，我没错，财务网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上网回答问题了啊，来，我们进行游戏，今天大家都非常快乐，快乐天堂路。有这么好的醋对身体健康，观众朋友，我们 A 好礼送给大家啊，加油了啊，快乐天堂路。你还想把它推出去啊？下抽下干呢？你几岁？我找个教练，你几岁？啊！哇，这么有力啊！两个加起来11秒哎！11秒而已啊！来来来，我们两个喝醋。我们现在都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啊！我们有办法破11秒记录吗？真的，那谁抬他？我这边都没有人敢抢。你骨刺还没好啊？哎，还不行啊！我们两已经测完好了。哦，那你可以进加油了啊！我可以啊！好，来来来，救一救。不要小看我们了，11秒也未必会赢我们了啊！快乐天坛路。我再给你机会，你抬得动他吗？我啊，我们给他一次机会，我们用女生跟女生拼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那也派女生啊，我们派瘦一点的，安娜好了，安娜好了，好吧，来就位，立五来了哈，来一遍，来，压起来，他给来，压起来，快乐天坛路。会累吗？我看他比较累吧。对，他比较累了。你跑很快的，你跑很快啊。跑得快啊！对啊，你跑得快。你有没有力啊？有没有力量？我可以。有你。
哎、欸啊，可是我们派男生跟女生拼，会不会？对哦。啊，来请就位，往前走，不要压，不要压，你要练习，速度要快，不要压，待会你要练习哦，压的时候注意啊。大哥，你在干嘛？不是我在练啊，待会要准备这一组啊。没有，不要比赛，你在练什么？今天是母亲节。哎，对啊，那不是儿童节。哦，对哦。那也没关系啊。儿童节已经过了、啊，好，谢谢。你讲的谬来了，你还拿出来的。红啊，不要，阿妈公蛋怎么剩啊？重阳节要玩的，好，重阳节好了，哎，对对，因为所有都来九秒啊，快乐天才乐。我就特别选一个瘦的，还起不来。恭喜！你送了好几万的礼物给我们了。这个超帅的，帮我好想要哦，这个老师。这个一瓶就16800。对。你光那个瓶子喝完，装什么东西就值得了。人为造价。啊，漂亮。哎。这么好的礼物都吃，嗯，贵了吧你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好了，一二三，来，母亲节快乐！小贤，你真的要去上一下台语正音班呐、啊？错跟丑傻傻分不清楚，他们还真的以为有丑的达人呐、啊。不过，真的多喝健康的醋，可以中和身体的酸碱值，又能保持身材苗条。所以你们可要认真看节目，好康的礼物等着你哦。啊，双人被盖小心。啊，再来有我们那个普朗宫的兄弟的盖小。这么快，这么节目节奏这么快就进入普朗宫来盖小。不要这样子，每一次我们的介绍呢都非常有创意，你不要忘了哦。很有创意的。偶有佳作。最近是最近有比较用心一点的。来，奥子真心来了。是不是不去盖小？这不跟盖小，不是盖小游戏。这打个龙，大家头好壮壮的游戏，你等起码，起码上下面游戏还没盖小景点呢、啊。不是你卖只金雕嘛？就是你好啊，动雕嘛。我盖小，那我可能是干这个游戏。啊，你上这些物件都不上游戏啊？跟这个有关系嘛？那是盖小物件呢，不是干。盖小这个物件跟这个有关系。哦，跟这有关系。哎、欸。哦。阿翔，进来啦！提这物件来放这哦，对，什么物件？不要拿电啊！你不要借这个电池啊，对不对？是蛋糕，对，各位，这是冰啊蛋糕，这是蛋糕，哦、而且呢，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蛋糕，哦，非常神奇，非常特别。你要仔细看，你看这脸子长得像，这是画哟，仔细看，哦，好壮壮。你当真是气球可以撞啊，它可是好吃的蛋糕呢。胡小花被耗子妈妈追着打啊。你多少蛋糕可以拿气球？干嘛拿蛋糕来玩啊？我们没有浪费。暴殄天物，我只是看到上面有一个画像，你为什么这样撞？而且你看，你刚撞过的蛋糕有坏掉吗？没有坏掉。很好吃。蛮好的。对。一
般的蛋糕让你这样撞，它早就烂掉了。我刚刚看，我刚刚看以为是正经在上面、啊。哎、欸啊，我虽然看图案，你就给我撞。你们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好奇怪，这真的蛋糕吗？真的蛋糕，哎、欸，它碰坏了。不要不要被骗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不圆的。你听我讲，现在外面很多做那种食品的东西，其实是海绵。啊、哦！你仔细看清楚，这个是海绵啊。你刚撞的蛋糕，头啊，撞撞。先记下来。好好哦，哎、欸，那怎么办呀？好肥耶！好肥！啊，你看看，这不是蛋糕，这是海绵。你再讲，那有够好的啦！介绍蛋糕达人，我你搁看门啊！加速加速！我袂记啦。这是整人玩具对不对？这是整人玩具啦！特别吃对不对？特别吃玩具，有没有蜡烛？有没有？哎，可以吃哎！哎呦，哎，咬得烂吗？你吞下去，那是海绵。不要，有没有茶？真的有可以吃的，真的啊，真的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啊，我不可以，我海绵，海绵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，闻到味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像我就要吃这一块了，因为上面有我的粉。好神奇哦！真的是蛋糕吗？对，真的海绵的蛋糕。真的蛋糕？真的蛋糕？真的蛋糕？而且你刚刚转好几下都没有坏。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蛋糕。哦。而且今天做蛋糕的这位达人也来了。哎呦呦，欢迎！欢迎你。OK， OK。哇，大家好。你当初怎么发明这种蛋糕，弄不坏？小时候想。喜欢吃这种蛋糕了哦，哎，过炸层，哎，过炸层，过炸层。那你怎么会做到这种弄不烂的蛋糕呢？啊，对，我先做做的哈，啊，做派出出来，上个粉色浪，啊，搁发现着搁碰到灯来，啊，还坚持。你说你做坏掉的蛋糕出出来，但你粉色浪，结果灯一垮，又恢复原状，恢复原状。哦，经过改良就变成今天这个蛋糕，真的很像人家那个什么做的整人的那个面包跟蛋糕，对不对？现在整人玩具的啊，尤其就是啊，锅渣皮的天能哥哦，哦，现在的这个蛋糕店啊，其实都买不到这种的。来，你看光滑，你看看，这配鲜奶更好吃。真的哦，你后来还研发出很多口味，对不对？好几种，好几种口味，而且都压不碎的。哦，有些是压都碎了，不一样的。哦，不是全部啊。不是全部啊，不是全部奶。嗯，那这样，我们也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都雄心啊，我们有这个压不扁的，压不扁的，还有那个很气势味很重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啊，超好吃的。这边上来的雄心啊，哈，啊这个哈，还有我的 logo， 你看了？还有 logo， 哇，原来那个像郑经就是你啊，对对。观众朋友，刚刚上网回答问题了哈。哎，那这么好，应该送他。那当然了，一定要玩个游戏嘛。对。那妈妈拿眼镜拿下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来，头好，壮壮。你起电弄蛋糕会痛啊？很急啊。哎，还好嗨哦。我电弄气球了。哦，弄气球。蛋糕弄没拍，弄气球了。你们两边剩呀？你们怎么比赛呀？我不是。你兄弟两边剩啊？我满拍，你满拍。同意。好了，这边下拍完的。你兄弟身高准备剩哪样？我就剩头啊。已经完了，已经完了，已经剩落去啊。那聊了呀。啊，俺自己摇来，自摇来。你们还是要玩的哈，刚刚是真的不用压了，你自己弄了哈。对啊。头好，壮壮。
二十一颗，你就知道他做蛋糕是多认真的。是的，二十一颗啊，一个。我看那个头，那个额头凹下去有没有？恢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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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净啊！来，我们那就派董哥来好了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董哥。刚好会是董哥来的，董哥来，董哥来嘛，董哥来，喂，头好，壮壮，来，23了，23对二一来，请到这里啊！啊，你也很认真，来送你礼物了啊！来来来啊，这个蛋糕啊，这个最好吃的蛋糕，你看，哦，上面还有 cheese 的，还有摔婆婆的蛋糕要给你哈，谢谢，来拍照，一二三，耶！真的，在走廊上的，观众朋友一样，我们给人家礼物来，是不是人家送的？没有没有，是啊，是啊，他是他做的。给我干嘛？没有，我要送观众，你帮我抢走啊！那你不在旁边？对啊，你帮我抢走了。那送观众礼物呢？啊，观众礼物就真的是没钱。啊，你硬赔硬赔，我都对不起对不起，这桌被上好来雄起你啦。对啊。这桌被回起来了。对啊。我点了后面就给他，谢谢。今天呢，刚好有这个借花献佛啊，这个呢是我的旧识好朋友了，是，他也准备一块蛋糕，我说那今天呢，想说五月份除了母亲节嘛，对，五月份有谁寿星呢？有没有？我是三月的，谁是五月份生日？十二月，十二月。哎呦，你在说什么？谁啊？生日生日是生日，干嘛就丢丢啊？还要作秀没有？我跟他要了一块蛋糕。真的吗？来来，蛋糕蛋糕，还是因为没事要跟你吃啊？哇，用心嘛！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哎，哥哥，你还知道他几岁啊？知道知道，一定要打听清楚啊，年龄。42岁了，24啊，42。来来来，我难得高兴一些。对，那老板提供，这是新产品啊，跟刚刚我们吃的蛋糕不一样，是新产品。对，所以特别的。面啊，过生日是最温馨。真的。而且为什么全部白的？这个是非常特别的，就像新娘的婚纱一样。哦，完全白。啊，洁白哈，不要在这边不要被演艺圈给污染了啊！我们带给你一些爱哈，你就许愿，所以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来吹吹吹吹蜡烛啊！谢谢大家好，希望祝大家能够健康，然后发大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希望今年交男朋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撞人家、啊？对，你干嘛拉人家头？你在干嘛？差不多这个 tempo 应该要撞吧，头好撞撞啊！哎，人家真的过生日，你要撞？人家真的过生日。那你不是教我们说玩游戏要节奏吗？是不是？我也哪里叫你去撞他？没有啊，刚刚是我们做效果，人家现在真过生日了，撞。好了好了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。我今早今早，老李赶紧来，赶紧来，来，就这样，你很漂亮，是这样哈，上节拍照哈，对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这个是压不坏的蛋糕，啊，真乖，谢谢你哈，心愿不错呢。第一次来大集合就有人替你庆生，不过以他们的个性，怎么可能是简单的过生日呢？接着要去哪里呢？哎，只要董哥这时刚是对呀哈，下面两个人出来啊。在哪里呀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小娜，小娜，这个小朋友啊，我就哭了，你妈妈给我爬，妈妈给你爬，我妈妈爬出去了。啊，给他的母亲节，你看你妈妈是不？啊，就我就哭了呀。好嘞，啊，长得不假不，给他不假不，那我就杀你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
想到你家那个气家呢啦，呀啦啦，呀叫气死呢，呀啦啦，哦，我这个要搞囡仔哦，我讲的哦，我白讲了，我白讲，我讲了，我白讲，我讲，我白讲，我白讲，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妈妈好凶啊，哎，你是讲哪？是安尼啦，因为我都读小学读三十年啊嘛，啊你一条无去爬七啦，哎我嘛成年啊，对不对？嘿。你老师就介意我，老我去读册啦。你看我就有那妈妈给我爬的秀秀。其实囡仔吼，较调皮淡薄，讲白话淡薄有些讲白话，不要读册嘛，不要紧，有好朋友上重要，对不对？别读书那叫。啊，不过你像你安尼，读几档，佮读个大，佮你读。嘿，那不要紧，出社会了，学社会，一技之长上重要嘛。做人爱有好父母，不要读册那要紧，对不对？你讲对不对？就在，你要听我讲嘛。做人的是谁？有好背，不要读书，本来就不要读书。我小孩嘛不要读书。我看小孩子不念书哦，不是坏事。你用考第一名，第二摆考第三名，又想袂开啊，你知道吗？像我细汉考第四十到四十八，阮爸母袂烦恼。进步成长空间，我有进步空间嘛，所以袂晓读书安全就好啊嘛。对啊，高雄这样讲对不对？一直。你搞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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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对啥讲啥？讲我迄么么个拍钱呢？我才讲刚刚刚拍，刚刚拍拍完手人嘞。我拄只我就讲先听，让你轻松安，是你也甲我轻呢？我知是当是轻，我唔少轻伊啊。你对我安排，我伫台咧一个破折无两轮了，该结束啊！你个拍下你头壳就疼啊！啊，正正你怎样？你才生嘞？所以你拄只咧 S 出现就对啦。无啦，我就是要介绍这个爱有创意嘛。对啦，啊，就是咧 S 出现。啊，你书包提落来嘛。啊，你真正拄只那个小事。提落来。什么小事？提落来。太假啦！今天是要谁谁哭吗？哎，这边放大家怎么来？胡小瓜吃太多，现在卡住了。胡小瓜把妹偷打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啊！妈妈的姐妹们，阿姨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今天在我家帮我洗澡，我最感动了。然后你帮我洗啊，阿姨啊，感动阿姨。胡小瓜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最欢乐的时刻就是收看综艺大机车。哎呀，不就是介绍鸭蛋吗？胡小瓜、耗子妈妈，你们两个想的这个梗，我看根本就是假借介绍鸭蛋的名义，其实想要把妹吧？不要再闹啦，现在就带我们去看看到底有什么特殊的鸭蛋吧。现在你看小孩逃给你们洗三天啊，对，养鸭人家啦，养鸭人家。哦，你阿拢钱一边的吼，嘿嘿，行啦，欢喜啊，快点来玩，欢喜啊，欢喜啊，你阿拢营养不良，刚我刚才看阿拢无讲，拢小吃哦，好瘦哦，你唔捌花，你台北人家当做两块是这种呢，哦，是啊，这么嘴啊，他的东山鸭头嘛吃阿头鸭阿心呢。你嘛是有啊，你连做当归鸭也是他。当归鸭。对啊。那个汤不油不腻啊。哦。鸭蛋嘛是鲜啊，你吃鸭蛋嘛是鲜啊。哦。这鸭做成米呢。啊，这什么？那你有三米八啦。啊，这款三啊，你创啥？要谁能啊？啊，你谁能啊？你吃的鸭蛋就是他啊，你烤鸭蛋也是他啊。哦，阿龙龙鲜哦。快的啊。好像一生就对了。我刚刚在旁边捡了三颗鸭蛋，哎呦，很奇怪哎，大细很差价低啦。你家给我混叫来，给我混叫呀？不是啦，李生，这生气不要生了啦，抗议的啦。啊，我抗议哦，什么意思？这一点不能是生硬骨啊啦。明天会生这样吗？后天就没有蛋了啊？就不会，慢慢就越来越小。对，那你怎么去察觉它不能生呢？要把它抓起来摸啊。要摸哪里？摸哪里啊？摸屁股。哎呀，不晒呗。很难讲哦，那里有蛋蛋，给他们吃了。蛋蛋，做出来了，有蛋蛋。哎，有一个蛋还没生呢。对啊，他几点会生？明天生。明天生。对，晚上他进来。那你现在下，生哦、你现在下他就不得了了，你现在下他。对啊，下他就变这个了。啊？那是被下过的、哦。就下过变这样。绿色的。哦，那这个是正常的，是吧？那个不是。啊？双蛋黄。双蛋黄，对。我、哦、这个很大、啊，那正常是哪一颗？正常就旁边。啊，这个正常哦。可是我没有吃鸡蛋，对不对？煎的荷包蛋，没有拿鸭蛋来煎荷包蛋，没有。鸭蛋就做咸鸭蛋、皮蛋跟咸鸭蛋。啊，就这双旁边做啥？啊，对吧？这个就我们自己腌起来吃啊。腌起来吃啊，哦。可以吃啊。好，那别人自己吃啊。不好拿卖给你们呐。没有啦。对啦，怎么不好卖给？这个咸蛋哈，这个都是当咸蛋。
这样的话还有很好的效用啊。哎，什么效用？你们有护肺手的人哈，就那个晚上啊，洗澡洗澡的时候就哎呦，往手有，我第一次听到啊。有护肺手是因为缺少油脂，油脂那个油脂啊，这个是天然哦，这是最天然的，天然的，这个第一时间这个详细和介绍大家，春天年的上好啦，帮忙前方。不要小看这小小一颗的鸭蛋哦，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起鸡蛋还要多，而且还含有许多矿物质及维生素，所以啦，一早起来吃粥配鸭蛋，绝对是营养满满满。哎，柳丁也好用，这你怎么样？不是的，这笋啊。笋啊。笋啊。这样的笋啊，阿彪哥已经安抚过量啊，你啊。这个不是你弄啦吼，哎呦，你也无反对哦，搭不上啦，来一杯，柳丁咬一口。得了啊，这个呢马上可以取代小贤了啊，多到两盆了，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太惨了，算不下去，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能取代他啦，对不对？这是新产生的魔王啊！你毕业了吗？学校毕业没？有兴趣来上班吗？取代谢欣啊，谢欣不要，可能小贤他们。没有啦，我们是有对吗？二十二哥，怎么可能赢？会赢我拿那个鸭的大便来敷脸呢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我说能赢我拿鸭的蛋，鸭的那个大便来敷脸。大哥，你要接什么？来，你帮我拿出来吗？这次我以很冷静的态度来欣赏这么精彩的好，这位小贤呢，刚刚他们是二十二颗嘛，对，你只要二十三颗呢，我们涂鸦大便在脸上，耶、yeah. ，我们都不要你付出任何什么代价。你刚刚讲谁涂鸦大便谁？就号角啊，不要你了，什么要我们的？你那个爽叔的，应该爽叔的，没有一次出来赌的。下次更无戏言啊！柳丁咬一口，二十三颗哦哈，二十三颗。我要跟他讲清楚嘛，二十三颗，你们柳丁咬一口。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了。你这个冲动了，落街了。撞到我的头，他是的，最后一个先吗？落街了，来来来，他撞到我的头，为什么会落街？你太快了，他就露馅了。你这也不奇怪，你这没有那么动啊，这。撞到撞到啊！让我处理一下我的假睫毛。仪态保持好，仪态。哇，假睫毛啊！他怎么会赢嘛？心中只有篮球，他有柳丁嘛。啊，来一看一下。一，我紧张了，接近了。三。四五，所以董哥你不要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笃定你嘛，六七，不要乱拿啊！没有，我要的。对啊，八九，有像哦。十，有像有像。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。哎呦，除非这有七颗啦。换盆了。除非这有七颗啦。十六，十七。18 19 20 21，二十你不掉也不会赢啊，他二十二你二十一啊，不过你已经够认真啦，好厉害，好认真啊，我颁奖啊，恭喜22，来来来，跟你讲话讲话，他跟你讲是相信的，你要来卡给蛋黄的，你打卡可以看买好啊，真的吗？刚不想想你了。这哇，这模样。皮蛋瘦肉猪。鸭蛋做的皮蛋是最好吃的了，我们来一点吧。我讲话吗？哦，够虚伪了，够虚伪了。够虚伪，笑笑笑。皮蛋瘦肉猪。结果是陈妈妈做的。好好吃哦。好好吃哦。好好吃哦。以后记得跟陈妈妈来哦。很扎实啊！我说这个皮蛋瘦肉好好吃，来，真的，我们也要，我们也要，好好吃。这个还要配这个，鸭蛋小黄梅。哎呦，哎，就这些油嘛，对吧？可以加嘛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吃。这个油你放久，油更多。哦，但是这个每次吃这个咸蛋，就怕碰到干干没有油的。对啊，对。现在为了吃营养，咸蛋不一定那么咸了。嗯，好香哦。新鲜啊，很多人用蛋黄就咸的加上蛋黄去做料理啊，好吃对不对？不会很咸，而且很香。甜甜的熊好啦，有啦，甜甜的熊好啦，对啊，对啊，不会，为什么？皮蛋加蛋咸蛋，有蛋加蛋，有蛋加蛋，加蛋皮蛋。都要送给大家啊！大家考试都不会烤鸭蛋的啊！我烤鸭蛋，你们不会了。对，上网回答问题，有机会获得这些啊！好棒啊！孙甜甜的原地产的很好吃啊！对对对，来，王一游戏，王一，请看麦，你有看我的直播不？哇！几点嘛？七点半，准时看看综艺大集合。这样搞盖脚啊！这拢厝边隔壁，对啊。那么厝边隔壁嘛，知影几点无？哎呀，七点半。对，拜六了。礼拜哦。哎。你到哪礼拜？我们拜六呢。拜六很快，礼拜。啊，你都快呀！拜六你都快嘛？拜六忙。哦，拜六忙。你的山东在那闽西的。嘛，拜六起码嘛七点半。拜六七点半，礼拜六嘛是七点半啊！啊，准时收看的哈，来一杯，欢迎情况嘛，准备啊。预备，万一情况吗？来，比赛开始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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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
二三四五，蛮标准的，四十二秒啦。哇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这是你妈妈，来拥抱一下妈妈，拥抱妈妈。你怎么上会而已啊？不，我给你准备的。中央被杀掉，中央被杀掉，我先上会而已。来来来，跟妈妈说啥？母亲节，母亲节快乐！啊，这样又好不？不啦，好，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，接接着挥霍啊！啊，母亲节快乐！啊，跟妈妈说啥？我爱你啊！好，来抱一下啊！啊，在这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祝全天下所有母亲真的是天天快乐啊，天天开心，做子女一定要孝顺父母。感谢，再见啊！好闭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他做这种条就奖金无啦。我们先来收你啦。好啊。四十二秒，刚我念，我派出。我不要了，你是输啊！你改戏啊！来来来，就对方四十二秒，我们要认真加油，好不好？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，妈妈挥酒，挥酒，对，我也要跟我妈妈说母亲节快乐。是啊，你看，从小你抚育我，我都让你生气，妈妈，我爱你。一回就要去。阿姨，干杯！我跟我妈妈的姐妹们，阿姨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！你才能到我家帮我洗澡，我最感动了。你要继续帮我洗啊，阿姨啊！瓜同学来去教你，这叫欠扁呐！超下山葵辣到不行！这个东西啊，弄得像绿豆沙，观众以为我们在演的。我跟阿翔不会骗人的，来，哦对对，要吃嘛，就不要吃嘛，你还要演，还要演，绿豆沙，绿豆沙，来了啦，你都在演，那你试试看，这是真的绿豆沙还是瓦萨米？真的，辣不辣？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小朋友，你演的实在是太……喝酒都喝快，送你大吉科技嘛，太细啦！你才能在我家帮我洗澡，我最感动了。你要继续帮我洗啊，阿姨啊！感哦，拍戏拍戏，伊那买啊！什么？你讲什么？好，你就听下这，你进来，看你进来。怎么样？来，看你今天不会跑了啊！华裔，请过来。好了，开始了。赶快来，五进五进，三进三进，四进四进，好快啊！哎，两分多少快？检查一下有没有扣号，来，我再检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下，停下，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六，好，有过了。56秒加10秒，66秒，本来就输的啦，颁奖。
是是是，妈妈妈妈妈啊，妈妈谢谢你们，母亲节快乐，一二三，接下来瓜哥还要带我们去什么好玩的地方呢？哇，接下来这个点是普隆哥没介绍啊？没有，我介绍过了，没有介绍过呀。哎呀，我们给他介绍吗？这个我不熟，我说真的。什么音乐啊？每次都在骂过谁啊？把头发都怕的话，把揪啊！你跟我讲话吗？不然我跟鬼讲话。你们为什么大白天在荒郊野外，每次跳辣舞就在这种地方？上次是叫红萝卜兔女郎。我知道，今天是要采白萝卜。没有啦，在介绍今天这个东西之前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刚刚这样有火辣吗？辣，辣有吧？哇，你要几个动作这样啊？医生有时候尽量不要这样。哦，又就生哎，快点有感觉。那我现在要介绍这个东西，比我们两个更火辣。还有比你们更辣的，对吧？丁盖小出来，你肯定你照片没有哈？耶，辣了在哪里？在哪？辣了，对，辣了在哪？在这里啊。啊？哎呀，都说这么出场啊？啊，哇，西洋参啊？真的，真的，老姜啦，老姜，西洋嘛，姜够辣，姜够辣，老辣，那姜是老辣。哎，牛樟汁，哎，不是比姜还要辣。这个东西呢，它叫做三葵。这个三葵啊，就是等于是芥末，芥末就等于瓦萨米，懂不懂？对对对，对啊。而且产于阿里山嘛，阿里山多，阿里山多嘛。这个资讯错误的哦，三葵就是三葵，芥末就是芥末。三葵等于芥末，芥末等于瓦萨米。如果我资讯有错误，我当场把所有今天三葵活吞下去，不用再酱油。对，你相信我嘛？那蔬菜生吞瓦萨米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去看看嘛。看，真硬要赌，你看看，你又是我干女儿，真的不想残害你啊！哎，三葵等于芥末，芥末等于瓦萨米，就这么简单嘛？对，三葵，三葵，三葵，你有没有听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位年轻人是。他就是要帮我们介绍三葵的。哦，这么年轻啊！年轻啊！人长得是非常老实的一位哈，哎呀，我刚刚一直在跟他争论呢，这个女儿都教不听啊，每次都不相信我的这个，对不对？学富五车，丰富我的知识。对，我主持节目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讲错资讯？对不对？几乎很少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三葵就等于芥末，芥末就等于瓦萨米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这是一个真理啊！三葵不等于芥末。你叫一个懂的人来好不好？这是老板叫。你请工读生来干什么？你们老板在你懂你懂什么？你这么年轻讲话不老实，刚刚还说你老实的。你是工读生还是正直的？瓜哥，我就是种田，我这个就是我在种的。是你在种的？知道。皮肤那么白，你骗人。能不能把那我问你，三葵不等于这个芥末，芥末也不等于瓦萨米吗？对。你解释给我听。芥末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芥末呢，就是我们在热狗上面常看到会是黄色的那个，那个叫做芥末酱。就是德国猪脚那种的嘛，黄黄的那个。芥末酱是用芥末籽，就是这个用这个磨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种下去就会长三葵吗？不啊啊，不错，不错还是怎么样？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芥末，芥末磨出来的东西就叫做芥末酱。那这个是我们的三葵。你种了三葵，所以这两个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。所以我就说，不一样。所以我说常常搞混了，哎呀。对。所以让各位知道，三葵不等于芥末，芥末是吃猪脚那黄的，有没有？淋热狗的，那个一般的吃瓦萨米是磨的绿色的，加酱油，这样知道了啊？也不对啊，三葵我知道介绍过是在阿里山上比较寒冷的地方种的。对啊，哥哥，这个就让我
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地从国外引进的最新的品种，新品种叫做金山葵。这个叫金山葵。金山葵。金山葵跟阿里山种的山葵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阿里山的山葵它本身是要种在比较冷的地方，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阿里山常看到的山葵，这个就是阿里山的山葵，那这里是这里种的金山葵。哎呦，好像人参哦。对，金山葵。哎，不一样，跟那个不一样。对，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常吃到的山葵酱啊，就是由这个东西加工做成的。不是磨的。那我们刚刚拿到的那个阿里山的山葵，其实它只能现磨，它并不能加工。哦，所以这个要靠加工，不能现，不能吃现磨吗？这个？这个可以吃现磨，而且这个的辣度是我们阿里山山葵的三倍哦。啊哇！对。那这么辣谁要吃啊？这么辣，好吃吗？爱吃的人。真的啊？哎。这个好奇怪，纬度那么高，但纬度那么低，可以种出这么，天气这么热，哎，对啊，哦，对啊，那它其实会这么辣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看我们的山葵，它是整个都埋在土里面的，哦，啊，可是阿里山的山葵，它其实只有三分之一埋在土，哦，它上面部分就会比较露半截出来这样，对，它那比较嫩的部分其实就比较，所以埋在土里比较辣哦，对，埋在土里，那我们可以挖一个给我们看吗？哦，好，怎么挖呢？要怎么挖？啊，你轻一点来。哎，真的是种这个了。哎，你为什么挖那么旁边啊？问得聪明，你等一下你就知道。问得聪明啊，难得的，他难得这样被那个称赞。对，他不挖直接，他挖旁边两边呢。不准，好像也是这样。水果，哎呦，有啊！大家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好，好。真的是会挖的吗？会，会啦，那今天比较紧张。这个都有用吗？那捡起来可以用吗？有，现在其实都可以吃。像我们如果生食的话，你要吃比较嫩的这一段。你这有点像我们去挖竹笋啦，啊，啊，这个可以吃啊。这个还有白白的，白色这样可以的，很呛，你要小心。呛辣的，它呛之后它会回甘，甜的。哦，啊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了？你有什么心事？不要难过，各位，他解决来了，他有一些心事，他也很难过，我藏在心里面，你讲出来没有关系，我帮你做主，就叫做呢，他不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有水，吗？哦，他回甘，你要回甘，这个吃完了，咬一咬，它慢慢辣。你又不得不继续咬，你就一直咬，咬到水很多呢，你就吞下去，吞下那一刹那最痛苦。不能喝水啊！怎么样？刚刚吃的时候感觉像人参的味道，它多咬了好几下，好辣！哎，这个真的够，这个很够呛的呢。很呛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叫金山葵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去吃它这个做的料理了。哎，对啊，然后也要开始进行惩罚啦！哪有那么爱赌的？是奇怪的。告诉你们不要赌，输赢不重要，我们学知识很重要。对，在这个大太阳底下，我们知道农民的辛苦，而且知道山葵不等于芥末，芥末不等于瓦萨米。这个山葵呢，跟阿里山山葵又不一样，它又比较辣三倍，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啊。能不能做料理比较重要了哈。我就说你这个人不错啊，年纪轻轻就吃苦耐劳，你真的不错，啊，能这样在这种田了啊，挖山葵。瓜哥不要逃避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瓜哥接受最强的处罚。马上进行我们下个单元了啊！巴拉巴拉三世界，嘴巴打开，嘴巴打开，我鼻子打开。啊，再进去！开始了，瓜哥最强的山葵在等着你哦！正在进攻，来呀，开！Yeah.
难的，一二三四五六六片。不要以为成绩不好，我们这边也更烂。对，来，翔哥。啊，翔哥。翔哥。翔哥，翔哥要配你双胞胎妹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辣妹。双胞胎妹妹啊。你看两个多像。有吗？一二三。我那个妹妹。哇，一模一样。他双胞胎了，他是异卵双胞胎。你不要乱讲。来，几位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！哎，他的六片呢，不见得你会赢了啊！哎，我们希望你们加油啊！来，如果赢就更棒啊！比亚迪 MPT。六 PK 好又 PK 了，我好紧啊！你刚刚觉得晕对不对？晕才好，又 PK 了，太好了！我可以的，现在可以的。好了，我要 PK 不要太长了 ，PK 就大家看谁先一片一片，时间长短。对面，一人一片看谁。两片价格不变，好不好？一人一片价格。来，你们先来，你们先来，来一人一片，来一片，比亚两 PK PK 赛，一人一片。秒，你刚刚不甩出去了，十五六秒就结束了。你刚刚甩到格子外面，也算是没有成功。对呀，真可惜。来呀，阿翔阿翔，准备啊！好，预备，二十一秒。阿翔，加油！九秒钟，我们获胜。哇哇，这个专门治晕眩的哈。好，我们准备好料理来加解。好，到底这个瓦萨米有什么好吃的？配什么料理？山葵能做些什么东西？啊、来，走走走走。哇，你看老板娘准备这些料理。哇，这个到底大餐大餐呐、啊，所以吃生鱼片是要沾这个就对了。对，沾这个。哦，对了，沾这个对了。哦。我们今天叫做芥末是黄色的那个加热。真的。欢迎收看这个单元，让我们冲冲冲！可以吗？我好感动啊！你们这会算什么？好久，妈，你想好久吗？三月里呀，不错啦！你这波好久哎，不错啊！这波好久哎，你刚刚又没有那么头甩，你会头甩啊？沾太多了，不说话了。这么辣的东西，那这又是什么？
这个是我们那个牛蒡三葵的那个幼苗，幼苗啊，对，去腌制的，这个蛋会辣吗？不会很辣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很辣。我知道，因为它的幼苗比较嫩，比较不会辣。比较不会辣。那你这个粉是干嘛？这个是芥末椒盐，它可以那种比较辣的话，酸臭真的。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你喜欢吃盐酥鸡的？对，是的。还有我们煎鱼的时候，它去腥的效果很好。哇，真的？对，还有中秋烤肉，我跟你讲，去腌制那个肉，中秋不用烤肉酱，不用芥末椒盐，全是过酱。想到吃到炸的花枝丸，沾这个有没有？对，哇，超好吃的，好香。是啊，盐酥鸡这个太这个，对啊，花枝丸啊。哎，这个颜色我们明明是绿色的，为什么你们要说是变成那个颜色白色的？其实是白色啦，是白色。那这怎么会是绿色呢？加工过的，因为很多消费者他认为三葵是绿色，认为绿色植物吧。对，所以其实磨出来是这种颜色，这是阿里山的吧？这个阿里山的，对，它还是偏稍微有点黄绿啊，有一点偏哦，偏而已。但其实是白色，其实也是白色。其实像阿里山的话，它是这一块比较行光合作用以后，在这个在土上这一节会比较。我就看那个日本师傅切一下，这边磨磨磨很久，它有一点点。对，而且其实日本吃不像我们沾那么多的啦，难怪自己会呛死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这个是这里的，这里磨出来是什么颜色？白色的，这是你们的吗？对，这就是金山鬼啦，金山鬼，这也是要磨出来变白色。这要磨很久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刚好啊，这个磨一磨，你就可以来旅行。啊，睡了睡了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懂主持节目？那是要送礼物给大家，观众懂的礼物，管你什么事要吃三葵，什么三葵什么三，是要送礼物，大家比较关心。看到这么多礼物，观众现在有没有？这个我们老板娘送大家什么礼物？这边，在这边。哎呦，多懂啊！对，哇，这个你看，哇，水手包，随身包啦，对，随身包。我想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游戏，这个送给观众朋友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旅行，你刚刚好吃完了鱼肉啦。哎、这磨要多久？你不浪费时间，太阳都下山了，这边时间太久了，来，我们进行我们。哇，有磨好多，哇，有磨好多，哇，我跟你讲。这个东西啊，弄得像绿豆沙，观众以为我们在演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呢？对啊，对，试一小口就知道了嘛。我跟阿翔不会骗人的。对，阿翔对，你都不要吃嘛，都不要吃嘛，你还演，还要演。绿豆沙，来了啦！都在演，什么来了？来，小朋友来，大家不让你，大家说要处罚我，怕大家拿绿豆沙，你吃看这是真的绿豆沙还是瓦萨米？真的，辣不辣？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先咬。在这个欢乐的气氛当中呢，我们呢马上进行我们下一个单元了，好吗？你们做最坏的示范啊！你们在干小正手可以啊！小朋友不要学啊！这赌博啊！没有学啊，刚是你塞小朋友的啊？是吗？对，我是说正印证说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吃。对对对，好，是很有担当的人，言而有信。我哪里担当？以后不要再送这种害人的东西了。谁害人呢、啊？哎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游戏了哈。好，休假，千里红啊，还有，就少年贵妃啊，少年白啊哈，其实干什么啊？啊，啥的贵啊？
三十秒。哇嘞！三十白干了。身体看没有吼？哎啦哎啦。小姐，请你和我喊。好嘞，请过来。太重了，来，快走，51秒，还不错啊，51秒，但是刚刚前面第一个落脚落在外面了，啊，要加秒，加5秒了，56秒，所以你们这组千万不要脚落在外面，好不好？51加5秒，56秒，来，我们派出的是杨海山，哇，大概15还是6，他可以了，你不是要特战部队的吗？哇，我以前看过你大赢家很厉害的啦，对啊，对我估计大概35秒就完成了，哎，你干脆哦，你就三个，很快就对，就解完了，对。刚才那个妙练对，而且三个一个，你不会碰到家电那人组啊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干脆三个快换有，来，请就位，4个好了，请就位，来，特战部队的，都懂了，我们对你有信心，对方又罚了5秒，你放心了哈，还有点，笑笑，下力好啊，嗨。他都像你们两个演什么了，你就没办法演了。所以我们盯好，他说要三个，结果第二趟被一个。二号直接查你了。二号补你啊，当然你嘞。班长。来，少年班长你。啊，有啊，兄弟我做兵不？哇。有看那个节目不？规定。是这样。规定。是这样不？是这样不？那我节目叫啥？综艺大集合，每礼拜暗时7点半，他早是8点，一起过变7点半，开7点30分来看啊。今天是什么节？母亲节。啊，你也知道。跟妈妈讲啥？啊！母亲节快乐！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礼拜天晚上一定要看，明是7点半的，礼拜六也是7点半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快点嘞，综艺大集合，再见。综艺大集合没上。
黑熊在那波出来啦！菊肉果冻、菊肉零嘴、番茄礼盒、三十八年老醋、养生健康醋、桂花醋、超夯 cheese 蛋糕礼盒及瓦萨米山葵组合调味酱料，只要看节目上网回答问题，就有机会得大奖啦！将来不知真心爱过我，甘愿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。对你的关怀早就无在这，你只是我爱情的一套盘。